来吧，哎，给我一分钟啊！我喝口水行不行？我喝了半天，你又没了。能喝一口。 主要一直在绷着腹肌呢。冰块和腹肌就是这样来的啦。陆剧《星汉灿烂》一场吴磊受伤，张露思帮忙拔剑的对手戏，不止两人暧昧的氛围感满满，吴磊的好身材更是超吸睛。林将军，疼吗？你手疼吗？那就好。你们俩这儿说痛吗？不正，其实是有点眉目传情，你俩你过于尴尬。快过去。哦，OK。 电机器都要后边，对，客，我这准备不太，我分钟。哎，给我一分钟啊！哇！Oh, baby. 只有割开伤口，那便劳烦陈娘子。你放。好，停。我喝口水行不行？我喝了半天又没了。能喝一口，主要一直在绷着腹肌呢。这绳子可还牢固？这不是普通的绳子，这是手伤弦。 我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陈娘子了。无妨。 这手伤弦，可是陈娘子心上人所送，算是喜欢的人吧。他眼光倒是还不错。来吧。 疼吗？你手疼吗？那就好。快来包扎。